呢，他们本身平常就是教学，那透过我们的学会，把他们的专业拿出来，孩子们一起玩，带动生活美学艺术，让音乐就在我们的身边，让艺术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取名叫 Bagel，Bagel 是小朋友最喜欢吃的一种东西食物，啊，就是我们乐团。我们要访问我们的团长，请他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乐团的组合成员，他们是怎么来的。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团长，在哪里？哪一位？好，来，我们请团长来介绍，谢谢。你好。两个都用，两个一起用。好，我想大家好，我们是Bagel多元艺术团。然后我们的团员们都是由中西方的乐器组合，大家有看到有最右手边的有扬琴，大家都会说它叫柳琴，对不起对不起，柳琴柳琴，哎，这是中国的乐器柳琴，再过来的是琵琶，一样是东方的乐器哦，再来是吉他，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吉他就是西方的乐器，再过来这位是大提琴，大提琴也是西方的曲乐器。好，再来这个呢，就比较特别，它坐在屁股底下，就叫木箱鼓。木箱鼓呢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随时携带，然后打节奏的一个乐器，它非常重要，好在音乐声里面的代表节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歌曲是，我们要演奏歌曲呢是《龙猫女》的一首插曲，很可爱的插曲，让大家掌声欢迎我们带来这首《龙猫》的插曲。
是造览慈善会，那今天参加这个岁末祝福的义诊活动，那我们最主要的话做这脚底按摩，还有拍痧，还有刮痧的那个义诊，那全部免费啊，欢迎各位大家一起来。那我们这些按摩的师兄师姐的话，都是经由气功高雄市气功学院练完气功，那经过专业的脚底按摩训练跟刮痧训练，然后我们在每一个礼拜礼拜三有在走有义诊，那还有高雄市的长青中心有义诊，那经由实际的模，经过正规的训练以后及实际的实习，那累积经验，那成为大家都很有经验的，会帮大家服务。请问小姐，你按摩有舒服吗？很舒服啊，很舒服啊，那就很痛哦。非常的舒服，然后很专业，很专业啊！老板的，我非常好，专业吗？专业哦！已经在服务多久了？4-5年了，4-5年，将近5年的时间，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对成长自己的一些技能啊，服务大众，花心很热烈在工作。很希望在场的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帮忙。我们是高雄市造览慈善会。高雄市造览慈善会最主要的那个工作的话，就是平常的话呢，做民俗礼老的义诊，那还有需要的民众的急难救助。慈善会的一群同修，我们平时在左营莲池堂，每个月的礼拜一跟礼拜三有义诊活动，礼拜六，每两个礼拜在高雄长青四维路的长青活动中心也有义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那个边来让我们服务。礼拜六，还有两个礼拜。对，四维路那个长青，对，那个莲池潭是在哪一个？莲池潭就是在港民活动中心的后面那里，我们那里有造兰慈善会在那边在那边义诊。对，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过来让我们服务，谢谢。我姐姐我们怎么样？科学的精神、创意的精神是相当吻合的，也希望能够在这边贡献一份心力，每一年都能够跟我们学会一起来办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赞助的单位，在这边也要代表我们两个主办单位来感谢各位的参与。由于有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吊峭的寒风当中，有相当的暖暖的冬凉，这也是符合了寒冬送暖、感恩传爱的活动。感谢大家，希望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哇，我们快乐的点太棒了哈！是2014年在上海世博，有没有？2010年对，在上海世博，哇，好棒，好特别的一个餐店哦。来，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赶快吃跟我们协会真的不简单哦。对。好啦，好喽，好，是我们总干事跟我们蔡副董事长。好，请看前面哦，1、2、3，耶！有没有很特别啊？整个一个赞助，一个协助，好，谢谢他。
好，就刚刚。这个呢，馆内有没有所有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由我们蔡副馆长整个来一个受证哈。谢谢他们，谢谢他们，谢谢。三选七，陈秀华创办人的这个感恩会，还有帮助弱势团体，我跟他是几十年的好友，也是这边的顾问。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健康快乐，所以没把我们宣传证泰拳三七四，请大家思路再看看我们打泰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强身健活，然后呢还可以让每个人永远保持青春，尤其呢小时候三岁以上都可以去学啊，打打太极拳，无论老少咸宜，也不必很大的空间，只要一个小隔房都可以打太极拳。所以我请大家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全国有冠军的，有亚军，有季军，全部等于先来打打太极拳。小朋友五岁六岁都有参与，请大家拭目以待，谢谢。今天很高兴于我们高雄市三选七教育发展协会和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来主办寒冬送暖感恩传爱活动。我们的意义是借这个寒冬来招待150位低收入还有残障的小孩，发挥一些爱心来回馈这个社会，来带动我们社会的进步繁荣。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来照顾弱势团体，使我们的社会更幸福、更和谐、更愉快。谢谢，有赵兰慈善会，还有赵兰大日慈善会、赵兰那个气功学会，再来就是太极拳正子太极拳协会，还有就是三旗美容美发，来跟我们一起来帮这个弱势的先生小姐小朋友来剪头发，让他过一个快乐的新年。啊，以上因为我简单的介绍，谢谢。访问一下这些剪发的朋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高雄市三旗美容美发来给我们义剪，机会很难得，因为他们过年都很忙。我们特别请沈总经理特别抽出4位高手。美容美发的高手来跟我们义剪，尤其女生她的头发比较难剪，但是师傅剪起来一定很漂亮，所以现在照出来都大家都看到很漂亮啊、哦、
要露出满意的笑容下，对，对，露出这个米粒的笑容，会生气的脸，笑一下，笑，他在讲一下，他在客气了，还是恭维，哇，你这设计师啊，跟以前的衣服有没有感觉很好？来，跟大家问好一下，来，自我介绍一下嘛。技术有没有信心？有啊，有信心啊。对，他都长那么漂亮，就到剪脚也很漂亮，对不对？对。对哈，这人气王。高雄市三旬七艺创意学院的创会理事长。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到今年已经是第二，准备要接第三届了。那我们这个呢活动，我们主要是都是来自我们的三旬七艺，就是来自音乐、舞蹈、美术这三种艺术家，叫做三旬七艺，就是音乐、舞蹈、美术各找七种艺术家。所以我们这边有三七二十一。有二十一种艺术人，那因为三加七等于十，所以我们叫做全方位十全十美的艺术。那由于这些艺术人平常他们都在家里面做艺术创作，我们希望他们服务社会，出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平常做的公益就是去帮助那些比较弱势的团体。那今天我们每年我们都会固定做感恩活动，那每像去年我们是在保安宫，就是针对这些弱势团体，让他们在艺术方面这个教育，然后等于生活中去学习。今天我们所有的摊位都是我们的会员资源，有画家，有音乐家，有美术家，有舞蹈家。半年前我们研发了一个创意巧厨的美学，就是让大家知道美学是从生活中学，就是透过亲子餐厅、亲子的游戏，让孩子们从食物上去了解什么是创意。所以我们这边包括在这边的中心都是我们的学，我们会员里面各种创意都有，各种创意都有，包含我身上穿的衣服，包含我的帽子，这都是我们的所有的礼金师他们戴的帽子，不同的创意衣服都要做不同的创意。这是我们这个学院，因为我们是创意学会，那我们希望创意来帮助这些孩子，主要是因为创意来自于生活美学，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生活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今天这边都是我们的学会的会员的创作的作品，这个自己做的，都是自己做的，包括不，这个是手工，然后这个葫芦，特别介绍这个葫芦，葫芦代表的是我们学会的吉祥物，叫做送福气，啊，送福气。还有一个，这个是新壶，这个新壶是外面是对送幸福，这是我们学会的特色。全部的东西都是我们学会做的东西，就是我们学会做出来义卖用的。这是书签，都是自己做的，对，包括那个耳环坠饰，都是我们的会员自己做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个葫芦是我们的，我们会你把它写里面，因为我们做一件祈福的工作，我们这一颗是希望树。希望树就是你写一句祈福的话，把它挂上去，你就会希望实现。那你希望我们帮你做到什么，你也可以把住址放在上面，我们会把资讯给你。这个我们在上海世博的时候，我们已经都到那边去做了宣传，所以我们已经跨了世界，我们已经走到上海去了。在那个世博展览的会的时候，我们这边通通去过了。所以我想我们是把艺术带入生活，所以我们欢迎这边的东西，前面这边东西你们都可以拿，
这边我们今天都不准拿，我们今天只是展示，展示也不能卖，我们也不卖，哦，我们也不卖，知道你们的，所以这个资料有，我们的创会的起源都有，啊，创会的起源都有在这里都有写出来。他们是本身就会还是后来老师教的？啊，这个都是我们本身会员就会。我说过了，我们一共有21种艺术家在这个学会，这是全省的第一个艺术家大集合，都在我们这个学会。然后他们现在就也是出来做公益。那平常有没有在聚会啊？哎，平常我们他们就各自在自己的单位，我们办活动再请他们出来。所以我看我们今天的书画家，那一位已经80几岁了，那位书画家已经80几岁了，对，他现在来写春联送给大家。哎，对，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艺术家走出来帮助大家。我们这个学会是这样的概念，就是希望艺术家走出来，提升我们整个市民的水平跟水准。一个先进的国家基本上是要艺术水平提高，这是我们这个学会的用意跟用心，大概是这样的。好，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爱心活动，我们每年都有一次。还有我们这个巧厨出来以后，我们的创意巧厨，创意巧厨我们的海报在那边，我们每年还会固定在不同的地方有人捐款给我们，我们就去做馒头做包子请他们吃。我们的学会是有这样的作用。以后慢慢不要一年招三次了，不要一次而已了。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一年至少要一次。事实上我们去年整整已经做了将近4次了。我们招待家舞的孩子，请他们来这边吃，请他们来这边体验，请他们来探索。我们希望孩子是在自己动手做的过程学到艺术。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我们的创意美学这里教的是主要是讲什么，培养科学的逻辑概念，生活礼仪品德感恩祈福分享教育的养成，亲子爱共享，我们主要是推这个，所以我们叫做全方位美学艺术，艺术亲子美食 DIY 推广，透过吃大家喜欢吃，透过吃感受亲子的互动，我们就希望说带给社会祥和的气氛，家庭快乐才有正常的学校，正常的社会，这是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学会的重点传承。会员差不多多少钱啊？会员差不多有多少？我们的会员不多，我们就只经营30个会员。30个会员？对，因为我们不要很多人，我们愿意，我们要有是有心愿意的人，所以进我们的学会第一个原则，你要愿意做善事。如果你不愿意做善事的人，我们不会让他入我们的学会，所以我们的学会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学会，就是艺术家，可是他愿意付出，所以今天您就可以看到这些艺术人，啊，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这些艺术家愿意走出来帮助我们，啊，你看我们那位特别给他拍的照吧，我们那位老画家。我们这位林老师啊，林画家，他应该是我们书画的画家，他今年已经贵庚几岁？你们猜猜看。哎，80岁了，你看还能站着写，不容易哦。好，我们现在欢迎我们林老师，掌声欢迎啊！请我们的林老师，这个我们书画家先来介绍自己。他们今天就来这边做公益的啊，不简单，来。介绍自己。对，先介绍自己。好，我叫陈万胜林。好，我无书画，我家己做练，家己学，家己写就对了哈。爱有一个兴趣，老大人啊，就爱找一个同学，吼、哦，姻缘啊，大嘴面崩话啊，坐较袂发性地，吼、哦，较袂啰嗦，吼、哦，啊，静态、心态、静安，啊，就有一个兴趣想要变啦，吼、哦。所以古早人咧讲，吼、哦，讲啊，你爱找一个同学，比一个同学，吼、哦，啊，找闲的时，你就安尼做做做，吼、哦，啊，心就较会静，啊，就。诶，都袂发脾气，也袂啰啰嗦嗦啦。大部分老大人，阮啰啰嗦嗦啊。哦，啊，一个机关的尔，什么拢没有。哦，啊，大家都无忌言。哦，安尼啊，哈哈，谢谢啦。啊，谢谢，谢谢，谢谢。素人的哦，他没有特别学习，这个不简单的地方。好，那还有这个团也是很特殊，这一套东西呢是由达奥高无化私益有限公司特别研发的一个创意宝盒，这个宝盒目前台湾都还没有开始送，啊，它是完全在做公益，
目前还没有开始，那完全结合我们台湾的东西，透过周游桌上游戏，让孩子们学科举螺旋的概念。我们来请我们的林经理特别来介绍一下。大概就是说，经由我们的那个童万，然后结合我们的音乐课程，然后希望我们在童万的一个好玩的游戏过程当中，能让孩子没有压力，然后也把我们以前呢，我们那个老人家的一个智慧融合到我们的课程里面，让我们的那个中古啊，那就是古今啊，能够做一个传承，让孩子在寓家娱乐中呢，能够学习到音乐的一个元素，让孩子不再觉得说学音乐是一件苦差事。是，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用了桌游的方式，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团体竞赛的游戏，让孩子即便是在学音乐，也觉得哎，这是一个有一个挑战性的。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学习。然后我们目前全部都是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推展到全省各个地方，然后也提供给我们的弱势小朋友，虽然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可以来学音乐，但是借由我们的公益推广，我们希望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快乐当中能学习到我们的音乐活动。谢谢，谢谢。那这个适合几岁的人小朋友玩？我们这个从两岁半到国中都可以，国中也可以玩了。对，连大人都可以玩。对，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个课程啊，不一样的年龄层，你看他们那么小的，跟刚刚那个那么大的，他们都可以玩。因为不一样的年龄层，我们的深度就不同，它是深度不同，就是引导者给他们的一个深度。对，哦，这个是要推广到学校的啊，学校可不可以玩这个？学校可以啊，可以。我们也推广到学校里面，对，然后就是你可以是课前班，可以是课后班，也可以用现在最流行的角落教学，角落教学都可以。然后你看到那个，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内容介绍。我们结合我们的生活美学，就是从我们的美食里面引导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就是连我们的家长啊，你带小朋友来的时候啊，你可以从美术里面去学到音乐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我们就是一个才能艺术全脑开发，然后希望我们之前的传统教材跟现在的教材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搭配。这个还可以激发脑力。对，就是激发脑力。对，然后益智游戏就对了。益智游戏，然后还有后面那一张，我们来看一张。好，接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借由 A1、B1、C、A、B、C 三套课程，让孩子去结合我们的 IQ、EQ、CQ， 我们都结合在里面。对啊，然后就是透过趣味童玩呢，在桌游中呢，能够累积他的经验啊、游戏啊、战斗。对，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记忆卡，我们有给小朋友学习的证书，跟他们音乐能力的检测。对，然后就是结合在这些课程里面。然后我们还可以结合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ush 乐团，就是希望家长亲子来一起玩。那这可以。很多人一起玩吗？对，可以很多人一起玩，可以单独玩也可以。可以单独玩，也可以很多人一起玩。是哦，对，就是你像这样子，他一个人来，我们可以一个人跟他玩；刚刚一群人来，我们就一群人一起玩。对，你要让孩子不玩太久。对，这个可以动脑，然后也可以有趣味性。不像你在打那个，我们最主要是强调人际关系哦，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 iPhone 啊什么，都只有你对着机器，也是做不了啊。对，孩子的智力都不好。对，然后人际关系就变得冷漠。对啊，变得冷漠。而且我们这样东西是在台湾还没有卖，我们都不给他们先玩，我们准备到大陆去。大陆没有，大陆在要我这套东西，大陆在要这套东西，是我们达高文化事业公司第一个原则。台湾还没有推出以前，我们这套东西是台湾已经刚刚出了，在台湾还没有开始推出，我们绝对不送给大陆。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一定，因为我说过我要爱台湾，一定要让我们台湾的人先享受了以后，
我才会带到大陆去。所以我们达高公司到目前为止花了研发这个机会就花了两三百万，可是我们到目前没有回收，我们没有收一毛钱，通通做公益。要是赚钱来养台湾的这些，对对。然后我们到大陆去赚钱回来。哦，对。这是我们的想法，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给弱势的团体嘛。我们还有正式卖，继续在研发更多的。对对，然后我们在去年已经那个感恩的路的列车已经开跑了，在品福亲子餐厅已经开跑了，去年就已经开跑了，就已经一直在做公益活动。哇，对对对对对，就这样。鼓励一下。那我们经理就是研发这一套的主角。多研发一些，为台湾的小朋友赚一些外汇。对对对，我们加油加油！对，我们一起加油。对，然后待会还有一个很特殊，我们有一个 Bagel 乐团，也是我们学会的很特殊中西合并乐团。待会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特色。平常吃的面包。我们透过创意，让小朋友要吃面包以前，他先做创意的动作，目的就是希望孩子呢懂得感恩，懂得祈福，懂得分享，也让他们知道创意源自生活。然后我想，这是我们的创意巧厨研发的动作，在这里，这是面包的创作。那这边是饼干的创作。饼干的作品呢，都做完了。好，饼干的创作也是一样。这个是饼干的创作，也是让孩子们在吃饼干的过程，他们懂得在还没有吃以前先创作，学会创意能力。这是饼干的创作，这饼干的创作。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孩子们老师指导他们自己去发挥，自己去发挥的过程。好，那接下来这个，好，这个是杯子蛋糕。那这个部分呢，今天是由我们品福亲子餐厅来支援的，所以我们请品福的品妈来做一下介绍。品福亲子餐厅的结缘是在，应该算是三年前，因为他们的一份善心，我们结缘了。他们一直在做善事，所以我们每年的活动，他们就是最大的支持者。那我们先欢迎品妈来介绍有关这个杯子蛋糕的部分。最重要的地方是，它是一个亲子餐厅。可是呢，它跟外面的餐厅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扮演了教育的角色。我想，像这样的餐厅很多，麦当劳也有，只是提供孩子玩而已，它不是，它有教育的角色。所以它每次都支援我们很多的活动，这样它也是一种创意。在这个是生活美学，吃蛋糕，平常是人家买给我们已经买做好的蛋糕，可是我们告诉孩子蛋糕自己做。也是懂创意，所以这是品福餐厅特别为我们做的。今天他们提供了150份，来让这些弱势的孩子们享用。我就问问这个好不好吃啊？一定都吃掉了。对对对，你看做起来是这样的作品，很丰富啊。那我相信呢，孩子他们在自己做的过程，吃起来一定特别开心。所以我们品妈，我们很感谢他。他们已经支援我们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捐赠最多的，所以今天捐赠了150个蛋糕，带给这些孩子啊，还有今天现场的小朋友，我们谢谢品妈，谢谢。
之高，他也是新传正子太极的分配。